这家伙事磨的，你要必须得快快的，要不行哈。这昨天在石头上了。这个叫脚渣子啊，就是专门上树上树用的。它这个尖儿呢，就是固定的，上树的时候这样它尖点吧，上树不容易滑，挺这样安全。所以天天都得磨磨。一人一副，珊珊必备的工具呀、啊。我这没事。看我们家伙事带的多全，背的脚渣子，前面拿大钩杆，这个钩杆可以伸缩的。如果矮点就不用上树了，直接就够下来了。设备得带全。上树了，绑住了呀，大哥。嗯，必须的。就是啊，这时候不好上。客人来了，那玩意儿。你慢点上，你上那么快干啥呀？这会儿功夫都快上到树中心了。这时候上树啊，请勿模仿啊。不打板凳，你嫂别让回家呀。我嫂说了，不打板凳不让吃饭。慢点，慢点。你这那玩意儿真的好够吗？镰刀不行，镰刀一拽那镰刀头就完了。哎呀。阳光晃的有点不太清楚。哎，哎呦，下来一个，还有一个。那面那球挺大的啊。哎，那棵树上。那榆树呢？啊。完事了，一棵树，准备下来了。这树硬。你慢点走，一步一步一步走。冻星是冻伤口水的，哎，不对吧？啊，我用我呗。能有几斤？这些啊，没几斤。一般三斤，也差不多。这咋这么干呢？这时候干，不湿哈、哦。那还行。上没了，上。一个花一个榆树最难上。行，这整两棵树就一袋了，是吧？我没碰多的。啊？哎，给我拿吧啊！嗯呐，也回家分一半呗。分一半。哎呦，我把头发拔起来好了。这个，你给它剪吧。我还没有红娘，你上去吧。那我就剪。把这个袋子炫的，这个装不下了。那棵树，一上午的时间啊，一个大袋子，还有这一大嘟噜，都已经完事了。一会儿我就把这个袋子给扛到山下，扛那个车上。完了，这嘎还有一个袋子，完我大哥继续在这打。今天准备两袋满满的回家，这一大袋子。我现在已经走半道上了，歇息一会儿。啊，满满的都是。
这就是刚才我大哥打那一袋冻青，不两个袋子吗？他又上山上树去打了，我把这个先背上倒，放车里边，完了我再进去，要不这样省时间。哎呦我去，全大泥巴。